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帅，对对对，就是觉得全场焦点都在我身上，但是真的有一点紧张。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因为我其实真的蛮紧张的，那起重机比较快，对，比较快就到了，就不用走半天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处。对得奖哦，对得奖，因为我是一个篮球员，所以说我会觉得说，亚军就是安慰奖，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得奖。但是你说信心呢？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真的都很棒，都很优秀，所以说我只能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得奖，对。